阿姨呢？离了。在一个公司里入职，这第一天啊，俩人寒暄完了以后，这老板也回头说：“哎，入职第一天，我这棵发财树就死了。”有点是这样，但现在网上特别喜欢这种，我第二天你就死了。叫什么？六个杯子五杯水？什么？哪两个？六杯五杯水，我就都别喝了。喜欢一个男孩，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长，就是加了他的微信，然后他每次就是好几天回复我一次。这种情况在青春期当中非常常见。我们最美的话，我红个萨日朗，比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啊。最想看毛血旺名场面复刻投票是吧？对，那先看看都有什么名场面。前三名，你最想看的毛血旺名场面。像我姐，这跟我在群里放那个游泳们早上早。第六名，小浪里佳琪妻，拍摄时尚大片。哎，你那什么？还是可以的。哎，你俩真是算是我认识的朋友里不爱拍照的，我很少看你俩，你根本就压根你都不发自拍的。不会，我不爱拍表情啥的都可不灵活了。他说你能不能微微笑，有点做作了，然后就大笑咧咧。会到咧吗？哎，但你确实挺会拍照。是吧，就是咋能那么会拍照呢？马上带你拍。咱仨就拍那种，就咱今天就是走那种时尚杂志封面的感觉。你看没看过一整就咋走啊？什么拍法？什么样拍法？我知道那个。然后那俩人，这个。对对对，这个。你这时尚吗？你。还有那种 Vogue 特别流行，就三个人这样抱一块儿。哎，我找几张，咱就 cos 一下子。咱就这种。我的妈！那表情，你看人就是要死不活的，就是。但我一拍照，人家说你笑一点。雪琪，你能不能高兴一点？你说我这是时尚？你就告诉他时尚。确实挺难。咱仨拍这个行？行，在哪呢？我看看，啥？咱以这帐篷为背景吧，就假装咱们现在露营去了。会不会太滑呀？那窗帘呢？把那拖的挪走呗。不行，这俺们客户挪不走，挪啥也不能挪它。防盗门。防盗门。搁这儿呢？哎，这儿也行，这儿行，这还有俺们背景呢吧？不，你没有手机支架吗？没有。啊？谁拍呀？我俩问你谁拍呢？你不刚才老自信了吗？手机搁那呗。那请问谁来拍呢？搁手机架那块儿呗。搁这瑜伽垫上吧。咱自拍呢，要不自拍就不时尚了。雪琴，你过去摆一下，我看。削削微的有点高，哎，其实这个高度好。毛毛，你坐过去。你起来呀，俺们在这时尚呢。他是不是感觉我俩现在就是平起平坐了呢？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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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呀！哎呀妈，这一、哎、这一裤子毛，这不时尚啊！我操，仨人干啥？看到这儿，观众就懵了。如果不是从头开看的话，雪琴，你再稍微往前点呢，给我留个位置。雪琴，再往前一点。可以啊，不错。我搁最前头啊，我脸这么大呀、啊。我给你们定个时啊，表情啊，表情、啊。我不就想笑。表情。让你笑的时候你不笑，这时候想笑了。快快点，快点，十秒。等会儿，我是这样。哎呀哎呀，表情啊，表情。这装完了。好了。你看一下，拿过来我看一下子。我还有那味儿吗？其实还行，还行。毛毛，你再往前，你再往前点，咱仨。这还行，咱仨确实比我想象的好。对，咱仨得紧凑一点的。咱仨特别像这个。哎，好像在还原。咱仨在还原这个。
那开始紧凑啊，紧凑，咱仨的。还行，老有那味儿了啊！咱就说时尚二字，还得再打光，咱这光也差点，咱就调成黑白的，调成黑白，解决不了的照片就调成黑白。真是哈，一笑就显得不行。对，就不能笑，就是拽死我了，太时尚了。还真挺时尚。嗯，快给我整个长毛的。哎呦，我你这身上。第五名，郭麒麟七，你去见老丈人，请进。这我看了。您好，小郭，空手来的呀？您带点点心您吃吗？我这知道我有糖尿病，特意给我带的。你不去拿呢？阿姨呢？离了，离了。我是他闺女的男朋友，这演的是你第一次见老丈人的戏，刚才是对、嗯、岳父老丈杆子，你是不是挺有长辈缘的那种？哎哎哎，我也不怕见家长，我不怕见家长，我还经常见过很多那个朋友的父母啊、哦，我嘴甜，对，尤其跟长辈，就反正我这几句话绝对是、嗯、表演一下我听。哎，比如说现在那个，对，你得假定你来见那个。那我肯定不上人家，我不能，那我不能按刚才那大模大样那么一坐。咱们现在还有小品，这个节目还有小品啊。你先演我的女儿吧，你俩是那个，行，你来，就刚才那个。我就不说话了。开门，开门，开门。走。爸，回来了。是吧？见小朋友啊，哎，小郭，小郭，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小郭，空手来的呀，没拎点啥，不用带东西，我点心您吃吗？我这带，知道我有糖尿病，特意给我带的，都是木糖醇做的，无糖的都是。你不是出去打麻将去了吗？啊，您不，啊，嫌我在家了呗？没有，我看您这看什么呢？相声，您爱听相声？我最烦的啊，那坐吧。哦，好，坐啊，行，脱鞋。小郭平时在哪儿工作呀？哦，我那个演员啊，演员，对，拍戏。哪个台播呀？都哪个台播？啊啊，这个都这几都播，这都有。我还行，也没演过太多啊。平时那个在家。那个阿姨呢？离了。你的眼泪流下来了。你阿姨她呀，太不会说话了。哎呀，阿姨刚离的，你满意了吧？哎，我不知道啊，你说你家情况这么复杂，就离个婚怎么复杂了？不是大过年的，不是我大过年看叔叔一人回家，好不容易这不有个女儿吗？还让你给领走了。没行了，叔叔，速效有速效没有？那真碰上这个你也没招，没招，没有这样太事儿了。没有这，我没有，没想非得要。你事儿你也有时有色的，没有这样的。叔叔，我刚离，我心正不得劲儿。大过年的，那我给您介绍个，那你坐这儿。那你有啥想演的，目前还没演到的角色吗？第四名，汪苏泷，杨九郎七，高情商情景万达。在一个公司里入职，王老师发疯的那一天。你看你入职第一天，我这颗发财树就死了。第二天你就死了。等不了第二天了。还有什么六个杯子五杯水什么？五杯水，我说都别喝了。你是这样的？你会跟朋友生气吗？我感觉你不是那种。我很少跟朋友生气，或者是也没有那种什么。你会默默生气吗？这么走心环节，别跟我走心环节，我撑不住。那你会拉黑别人吗？就在微信。我有过这种，就我对他真的很好，然后结果背刺我，然后我就好像直到现在我微信我都留着，我也不会去做干嘛，因为我觉得我要等他是不是可能也等不来啊，就是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拉黑是很幼稚的事儿，你在心里给拉黑就得了。以前搞对象的时候，有时候就生气，默默把他拉黑，然后默默再拉回来，
他都不知道的。拉黑是他不能给你发消息了。对、啊，但你可以随时把他拉回来。显, 显示拒收就是拉黑。对啊，最绝的就是先拉黑，再删除，他就加不了。就是好像是对方都加不了你了，是吗？好像是啊，我不太。你得多烦这个人。我就想说生气，我们现在都说什么？莫生气、对，或者是要高情商的化解这一些。但我觉得情绪他我生气我就是宣泄一下我生气。对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边界，我这你这样做我生气了，你就知道你要这样不能这么和我相处，而不是说我所有的情绪都要自己消化了，还得用一个艺术的幽默的方式为了让别人舒服。嗯，为什么要这样？我们要允许自己有情绪。对，嗯，关键是最终还是得自己消化。对，但我感觉现在人有这个障碍，你就感觉说出来有点酸性。对，感觉他你说酸性什么意思？就是矫情吗？有点，有点啊。你不说呢，三番两次。哎呀，小问题堆。这个事情吧，哎呀，难说。对，其实我觉得最难受的东西，并不是说俩人有什么矛盾，最难受的东西就是。这个事儿吧，办的让你觉得我要说了呢，自个儿有点矫情。我想起来一个啊，比如说哥哥，嗯，您这个今天在一个公司里入职，这第一天啊，嗯，俩人寒暄完了以后，这老板一回头说，哎，哎，不错，你看你入职第一天，我这棵发财树就死了，你怎么说？这找茬吗？有点是这样，但现在网上特别喜欢这种，我第二天你就死了。还有一说，对，老板你别着急，你也早晚的事儿。还有什么六个杯子五杯水什么？咋整啊？六杯五杯水，我就都别喝了，渴死吗？为什么要这样难为年轻人？这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一种什么？我还真是刷到过好多什么菜点多了，哎呀，没有，就这几个都是特色菜，什么玩意烂糟的，爱吃不吃，研究那玩意儿。地铁上你给老奶奶让座，她说这小孩长得不咋好看，心地还挺善良的，你会怎么办？我老听这种话。你说不会说话可以不说。你做不做？你还做不做？你不起来。我心地也不咋善良。哎，给老丈人送茶叶，怎么巧妙的让他知道这个茶很贵？说这个茶够判你个死缓。你这是过五关斩六将啊！我觉得不要教这些年轻人这些东西了。接下来是紧张刺激的前三名揭晓时刻，第三名，教育元宝集锦。啊啊！哎呦呦！哎，下次！哎呦，太好了！这个元宝。口也别舔了，文毛不一闷不一。嗯，第二名，好妹妹去音乐电台。听众朋友，怎么看待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呢？这种情况在青春期当中非常常见。那我们怎么才能去克服这种情绪呢？多进行体育锻炼。保持心情愉悦。走了。好了，有了。行吗？可以了吗？行，飞出了吗？开始了。欢迎来到。等一下。没有。我们是那个什么650。这是650，这是桃花坞上空最温暖的声音。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就这是九仙桥最冰冷的声音。为啥呀？这大家为啥要听呢？很酷啊，大家会觉得很逆反，想说哇。但我觉得你们刚才那挺好的呀。比如说，这是九仙桥最冰冷的声音，你爱听不听？哎，对，是吗？对，能听到是你的福气。可以啊，这样也可以哈。你觉得呢？我觉得可以啊。那你来一个吧。这是九仙桥最冰冷的声音，爱听不听，爱听。听到是你的福气，你不听，你不听我，你个。好，那么开场白就有了。啊、那我还有 slogan 吗？你要再来一个吗？就是，你可以村里的那种，什么村民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哦，你可以吗？听众朋友们，对，类似，倪萍老师在春晚上，听众朋友们，对，听众朋友们，完了啥词儿啊？这里是九仙桥上空最冰冷的，九仙桥上空
最冰冷的声音。哇，你可以，可以，我眼泪都出来了。好，我是你们最绝情的小晴。每个人都这么说，我们也是这么说。好的，我是你们最绝情的小后。我是你们最绝情的小毛。我是你们最绝情的小李。这是我们最绝情的元宝，元宝给大家打个招呼吧，用你的气泡音。好，谢谢元宝。非常好，硬给叫不醒了。人家睡好好的。哎呀 ，sorry。睡吧，睡吧，接着睡。哎，他毛修的好好啊，这可以。好，那我们开场白可以。其实还有很多类型化的开场白。我们之前想过说用那个飞机那个 ，Ladies and gentlemen， 那一定要喷麦，就是。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乘坐中国中航航空公司。对，请大家坐好，是不是？就这种的。还用广东话的。哎，亲爱的朋友们，你是高声小嗓腔最冰冷的声音，我可以大家最情的小情。我觉得我听懂了，一定是你的粤语有问题，对吧？你可以听懂啊。啊，我是听唔识讲啊。哦，那你哦哟，那你的语音听否还可以？我的天哪！语音听否啊？是这样的，就是你的粤语一旦被别人听懂，就说明你说的真的不标准。你也不可以这么讲啊。说明你有一些天赋。你们俩可以说这种粤语假粤语吗？什么叫假粤语？啥不会？大家好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啊！我哋我系你哋朋友朋友对吧？小钱小钱，你呢？我是你介绍又系你介绍？我系你哋朋友。毛毛哦，好啊，毛毛啊，好喜欢你的歌啊。听说你最近有那个巡演的计划，巡演是这么说的吗？巡演的计划、啊，下一站是成都，是不是啊？是深圳，深圳怎么说？你要去深圳啊？是深圳啊？深圳吗？深圳。哦，那祝你巡演顺利。多谢。可以，我觉得非常好。这样显得我们这个电台就变得多元化。哎，我换重庆话吧。重庆话？对啊。那重庆话太简单了，大家很容易听懂。是吗？说一些大家听不懂的。对啊。哟。哎，听说毛不易最近在开演唱会哈，那下一站要去哪里？那是深圳，深圳，深圳啊！你的演唱会叫啥子名字？有鸟，自然，有，对吧？有鸟自然，有鸟自然。哎，听说李雪琴最近也有电影在宣传哈，给大家用重庆话介绍一下呀。哎呦，这个好难呀、啊！包你平安。你说你是河南话？我跟你讲，我们之前在成都拍戏，所有人说都是河南话。为什么东北话加重庆话就变成河南话？对，因为它中和。啊，就在中间。对，在中间就变河南话。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你说的是陕西话。中啊。来，就祝你那个电影票房大卖，祝你演唱会顺利。哎，追逢雷门。嗯，让我们继续。好了，那我们准备给大家准备的第一个环节叫家乡美。对，那我们来聊聊各自的家乡了。随情啊，雷的歌，情，我的老家，情啊。就东北，说到东北，有什么可以第一个反应的词儿？酸菜、喜剧、二人转、泡澡。对，东北的泡澡文化也非常的盛行。哦、我是在杭州读的大学，我在杭州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浙江的同学们是有裸露障碍的。对，我觉得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就大家还是觉得不好意思。可是，在东北就是东北人没有这个，同学去泡澡就是一个很正常、很日常的一个社交活动。对，我们大学也是同学就会互相搓背啊，但是我发现很多南方的同学可能就会特别不好意思。而且我们班的同学，他们我叫张亮嘛，大家就阿亮啊，就叫阿亮。阿亮啊，那也太南方了。对啊，你这像狂飙。阿亮，这是福建的朋友阿亮啊。真的，因为很多温州很多说闽南语的，温州是，对，他们就觉得我说的是北京话，我说是普通话。他们也会，他们分不清就是东北话和北京话。但是你们那边的方言其实没有特别凶，好像。哈尔滨还好。哈尔滨普通话相当标准。你们那边好像、就是。我们相当严重。你和汪苏泷在一块的时候。我跟汪苏泷对。会有叠 buff 这个行为，对吧？就是会互
互相的往越来越往下拽，比谁口音地道。他已经这样了，我要再垮一点。你是在长春读的书？我在长春读的书。你算是比较了解长春吧？对，我前几天还坐了2天的火，46个小时的火车，从重庆坐到吉林市。那你都臭了吧？胖臭我。然后对，但是就是很浪漫，因为想起自己大学上学的时候，上学东北，说长春每年吹2次风，每次吹半年嘛。就是我骑着自行车在那个在去上学的路上，然后呢，就是会被风吹的，就是骑步就被风吹到已经就是没办法骑，就会倒下来。那如果比如说用一首歌代表东北，你们会想到是啥？东北民谣。哎呀，代表不了，代表了。哎呀，代表之一吧。好听、哦，好听，好听。我想的是家在东北，他是挺那个的。唐龙老师。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走呀。你知道咱那边有一首歌叫《美观》，你知道吗？我真美观，美观，美观，真的真美观。不像那个火辣辣的心啊，火辣辣的情，那是红高粱。火辣辣的小辣椒，它透着心里红。火辣辣的眼睛会说话，嘿，火辣辣小样招人疼。下一个节目有火辣辣的我，是不是范老师？我就知道型了。哎呀，走啊走啊，哎呦，可以。天哪！然后我们现在都住在北京。对，然后北京，我小时候听那个叫什么《冰糖葫芦》，冯小泉那会儿是不是？都说冰糖葫芦儿酸，这个是北京的，就是他 MV 是在胡同里拍的，所以他就有一种北京的气息，就这种歌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北京的气味，可能是因为他讲的意象也好，还是那词曲。每个人都介绍了自己家乡啊，代表性的歌，最后给大家来一首东北的。一首歌送给，因为每趴我们都要送一首歌给。哦，可以啊，可以啊。那贴一首歌在这里，贴一首歌，不是现场唱一首歌。我以为你俩唱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唱两句吗？什么歌？送哪首呢？觉得代表这个家乡美，代表东北的歌呢？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就那个什么，我的好兄弟什么的，这不就是吗？心里有苦，你对我说。这是几首不同的歌。还有啥东北的歌？这是我的故乡，松花江上美丽的地方。完了，我不会唱李健老师的歌。完了完了，啊，你不会吗？选弦不会啊？对手学校的人唱的歌，你都不会。他的弦准不准？一直没有人弹他。可以，差不多。歌词，嗯，好嘞，哥。还没给大家带来这一首，嗯，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雷金老师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歌。哎呀呀呀，哎呀，狗狗只有撒了一小小，撒了一钩子呀，撒了一钩子，没有撒了一点点。今天怎么回事？好不好意啊？你找到歌词了？美丽的地方，松花江水，我童年的海洋，哺育我们成长，替我们受伤。松花江水。静静地流淌，什么时候再让它欢乐的歌唱？什么时候辜负母亲的善良？这个观众差不多了，好好好，哇，送给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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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你觉得这个家乡美这个环节在电台里，我觉得非常好，很好，主要是就是结尾一定要唱歌啊，不然就白说。每一个来的嘉宾都得介绍自己的家乡，嗯，那应该每个以后就安排每个嘉宾就是唱一首自己家乡，对对，就有一首歌就比较好，可以赠歌一曲，嗯，可以哈。那我们再试一个环节，好，因为小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喜欢听，哎，你在杭州应该听过那个吧，伊甸园形象。
我没有，我们那时候不流行听广播。他年纪很小，哎，你们不听广播在干嘛的？上网呀。哦哦，对，打游戏。他们都有网。宿舍里，我们那会儿就是晚上11:30、12点左右，一定要听伊甸园信箱，就是听电台，主要主攻情感。哦。初中的时候听过。我们也那边也有。叶文有话说。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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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跟他离婚，啥对对，跟他离婚。嘉宾啊，然后一起给他出谋划策。我模拟一下吗？我模拟一下吗？有吗？在哪里？你们准？我们找找呗。我们我的手机，小易小易，在呢。这儿呢。哦，你叫我得了。这儿呢。双Q。我们模拟一下，就是我们带来了我们这个专不是专科，就是带来我们这个情感方面的专家，嗯，毛教授，毛教授，好，然后那个我们再模拟一个这样的一个毛教授和李姐来了，李姐，李姐，不对，我是李姐，你是教授，行，嗯、对热线滴滴，哎哎，你好，哎是我吗？是你，是你，是我啊，是我啊，哎呀哎呀，打了好多饼啊，终于打通，请问是那个张主播，对，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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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问题吗、喂，可以听到吗？可以，垫上了。喂，我现在是个女孩啊，我喜欢一个男孩，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长，就是加了他的微信，然后他每次就是好几天回复我一次。所以您是舔狗？嗯，你最好，你好直白，我只能说。对，他是我的初恋。就怎么看待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呢？这种情况在青春期当中非常常见。无比恐慌。那我们怎么才能去克服这种情绪呢？多进行体育锻炼。保持心情愉悦。我们不能嘲笑，我们也严肃地说，这种情况在青春期非常常见。他是不是对微信这个软件的使用功能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比如说他把它当成了邮箱、贴吧，贴吧去回复帖子那种，或者是他有两个微信，有可能都会晚上才回我。那就是白天的别人呗。咱俩好截然相反呀、啊！两位老师的意见有什么不一样？那白天有别人要陪呗，晚上就是都把女朋友送回寝室了。但是他白天会发朋友圈呢。对呀、啊，那不就得了吗？那就是有别人。妹妹，他就是在吊着你。嗯，是吗？哎呀，那这个就很难。他只是认真的在敷衍你。他好认真，我好喜欢他的认真啊。那也不错。那还可以啊。还可以啊，他、至少就是回你了。你找到了你欣赏的点吗？嗯。我是这样想，如果我是一个普通听众，我能有勇气去打电台电话，去把我的情感状况分享出来，其实大概心里他自己有一个答案的，是有数的，嗯，对吧？只是想让别人给他一点推一把，做决定的勇气，对，对，不一定追求到什么解决方案，但是可能还是想让人听一听，嗯，对对对对，吐槽吐槽，吐槽吐槽，嗯，我的好朋友又有了新的朋友，他跟我联系少了，都不跟我一起出去玩了，怎么办？嗯，但是这些都是很奢侈的烦恼，我感觉就是。就青春的时候才会，对，像这种都是年轻的小孩的这种，还挺青春烦恼，挺唯美的，我感觉、挺浪漫的。那只能鼓励为主，说那你要加油哦。这环节有歌没呀？我觉得得有歌。可以哎，我们本来想的是那个，就是为所有爱执着的痛，可以啊，为所有恨执着的伤。但我觉得好像晚上是不是有点狗血？晚上这玩意儿听啥呢？雨蝶，雨蝶，雨蝶，雨蝶可以啊。心破五角星，太委屈，能来吗？太委屈也可以，太委屈。能唱那种，唱出那种苦怨感。他恨到多爱的时候，你忘了所有的誓言。歌词有没有？让他让他扬起爱情胜利的旗帜。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你曾经说要保护你，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委屈自己。Yeah. 好，谢谢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你的歌还喜欢吗？真不错，太委屈，太委屈，真不错。所以情感专栏这个项目不错，栏目不错，还是可以保留，不错不错，对吧？嗯，要实在没有就自己编点儿，也可以啊，也可以。对啊，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有人给我托了一个梦。
行，这个环节我们保留哈。咱们要不先喝点咖啡呢？可以啊，可以来。今天是甜心香草风味拿铁。哇，那很棒哎。这个颜色的名字叫瑞斯白哦，它有六种颜色，然后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小名字。尝一尝这个 Nespresso 瑞斯白咖啡机做出来的咖啡，来，酷，让我尝一下。哇，好好喝呢，是，真的不错。嗯，来，下一个环节是什么？然后我们最后还想再试一个板块，就是一个助眠项的一个东西。哦，学英语的。Abandon。哎，我在 B 站还听过一个什么物理课什么的啊，我白天听都困啊，我谁听谁困。你都听那个蒋勋讲《红楼梦》是不是？对，我听蒋勋。蒋勋那我也听过一阵儿。他的声音就是让人很想睡觉的感觉。不，也不是这么，不是这种感觉。但是我真怀疑，我哪天在街上碰到他，我会一下昏过去，因为我每次就是说嗨你好，然后你好我就呱就睡着了。如果你完全听不懂吧，也不行，也不行。对对，但是如果太精彩也不行。对，就是你如果听那种就是爽文，对，你就想听下边是什么内容。对，听甜文睡不着，很浪漫，但睡不着，你会因为你好想知道接下来在船上，对，会伤心，都睡不着觉。但是就是得听一点，对，听更打波呀，送波，送波好容易睡着，那好几个，完了，我一会儿换一个这个。你买了？我买了，就是网站上找的。嗯，因为白天想在沙发上睡觉，他也睡觉，他一睡觉打呼噜声特别大，就你必须得拿一个什么东西给他盖住。嗯，啊，我们的电台已经开始录了，但两位嘉宾却没有拿起他们的麦克风。哎，是他们 是他们不想说话呢，还是他们不想说话呢？这个让这狗压住了我。对，因为我们现代人非常多的压力，很多朋友们在学习工作之余呢，经常在夜晚会陷入一个这样的沉思之中。就是为什么我还是单身呢？啊，不是的，是为什么我睡不着呢？我们有一次在明日之子，就你那节啊，浩姐一直在。我一直说你每个选手得给他们送首歌，然后然后就唱，比如说说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我送你个祝福吧，一年有三百，这首祝福要送给你，一年有365个日数，就是硬送。老尬了吧？不能说尬吧，我人生在那个时候死过一次了。我现在是一个新的我对，很精彩那次。嗯，我人生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我当时为什么要答应他？你为什么拉住我？你也那么没有自我吗？我没有，我以为你会比较有自我。没有，宋哥怎么了？为选手送上自己的祝福。你为我们刚刚前两个家乡美和情感专线每个环节再送首歌。家乡美，我觉得送上一首《大中国》，关键是要唱，还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就人生中有很多每想到就会觉得半夜想到就会突然就垂死病中惊坐起，就是想说好后悔。对，这就是我们睡不着的一个原因之一。对，心里事儿。一进入睡眠时段。如果大家睡不着觉呢，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啊，可以听听音乐，比如说毛不易的音乐，非常舒缓。比如说，我们可以听一些有声书，哎，可以。对，用不同的频段，我们读一些。有声书是听什么？有声书。我们比如说读毛不易的歌词啊。哦，我们准备了几首小诗。我们准备了几首那个，我想读那个《万物》。不如做只猫狗。哲学家们都干了什么也不错。哎，这个书很好。对啊，这个书写得很好，我很长时间是听这个书睡觉的。真的？你不困？这种书我只能看，我没有办法，我一听就困。哎，沉思录吧。啊？沉思录吧，让我们越来越睡不着觉。来，沉思录。沉思录，我有一段时间天天看，睡觉之前我就沉思一下，随便读一个啊。来，宇宙的本质是驯良而柔和的。控制宇宙的理性是无意为恶的，因为它没有恶，也没有任何事物受它的害，但一切事物都被欲化而生，并且按照它的指导而达成它的任务。因为要死也是人生的呼吸，会做这一件事的时候要想象你在一天，也要把当前的工作做好。最好的报复方法便是勿效法敌人，你看还挺有道理的。哎呀，真是这本书我要带走。这不是你家吗？每天你就读，跟你的心境，你说不定你要听进去了吧，有可能会解决你的问题。对，没听进去吧，就睡着了。你看，有用了，狗都睡着了。
要不然你就是你去开发这个业务吧，因为你声音你看狗都睡着就是很催眠，你的声音连狗都能睡着，人一定能睡着，就是哄狗睡觉吗？什么业务？还有啥吗？你们的？我们读读歌词啊，或者是什么别的？哦，我准备了一个好的。我是有准备的动物世界、哎、是吗？要用那种低沉的贴近大家的声音。春天到了，是这样吗？就是更温暖。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大草原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那是那种新鲜交配的季节。交配的季节，把动物换成艺人吧，艺人接上演的季节，好吧？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演艺行业又到了艺人们接商演的季节。为了争夺资源而大打出手，演艺界司空见惯的事情。艺人在每年的三四月间都要进行这种内部较量，获胜的男艺人可以占有整个演艺圈的所有资源，尽情的参加商演。而失败的艺人就只能独自离开演艺行业，孤独的四处流浪，把目光放到遥远的朝阳区九仙桥。发火的经纪人也留下了自己的气味作为标志。男艺人闻到这种有吸引力的信号，留下了自己的律师函。男艺人闻到这种有吸引力的信号，就知道是哪一个经纪人到了发火期。这种姿态有时候是发火的表示，有时候又是遭到客户的拒绝。好，挺好，尽情的商演，尽情的商演，尽情的商演，多尽情。或者我们这样吧，我们给大家录一点这个。你还好吗？你现在要睡了吗？我们给大家录一点这种晚安的铃声，然后早安的铃声什么的这种。我不太会录这种。他会，我会吗？你会的。你录这种行？就是、那种睡了吗？哄宝贝儿晚安。宝贝，睡了吗？就硬听都听不出来是啥。宝贝，睡了吗？晚安。宝贝，怎么晚还不睡？这么睡了下午吧。我给你盖被被。又起来了。来个温柔，真的就是毛式的那种温柔。说啥呀？睡了吗？妹呢？你俩唠上了。为啥不睡呀、啊、睡呗。狗都睡着了，你怎么还不睡呢？反正睡不着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一件事，就是逼自己睡觉。对，那就完了。我觉得没有用。对对对。然后我们还是给大家这部分有歌曲吗？来个歌。太好了，瞧了，来来啥歌呢？晚风挺适合的。你会唱吗？当然。那个你唱小娟的部分。我要说这样这样唱吗？不是不是。温柔的晚、温柔的，是你的 key 吗？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的晚风轻轻吹过城市的灯火，今夜的晚风你想去哪里，请告诉我。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城市的灯火。去哪里，请告诉我。那这个催眠环节呢，
我感觉可以变成，这是真正有用的环节。你说我们就录那些，就催眠环节是真的实用的沉思的那些东西给大家是吗？嗯，很实用的东西，而且可以长期听，这样播放量就会破亿。所以这个大家觉得可以保留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都很好。你们这电台每个项目，主要是最后有歌就行，是吧？对，主要最后有歌就行。出一个弹唱的歌节目呢，版权很麻烦。对，是很麻烦。所以其实电台内容呢已经准备的很多了。接下来就差招商了。第一名张云龙马迪七，点歌环节。我唱我唱，你这也就是你过生日，好啦，来吧。哎呀，我见你满身伤痕，还如此。这是顺义吗？这是顺义还是长沙？我忘了。长沙。长沙。长沙。那就长沙有俩地方。哦，对，对对，这个是长沙的第二个地方。敬你这个。对。第一个是那个咖啡馆，就是双龙虾哥那次。天最美的花，我红了萨日朗，你梦到天涯遍地。这个很短暂，我记得这个地方。你过生日吗？是个临时的场地吗？谢谢。你喜欢这种？对，我喜欢走天涯。那我们今天晚上走天涯，还好走天涯，挺精彩。啊，小新唱歌吧，不是你吗？我们一起唱个毛老师的歌。我哪想唱他歌啊？他俩无法唱完整一首我的歌，我唱不了他的歌，我唱不上去。找有没有李雪琴的歌？唱一个，我看我挑一个，那个敬你吧，敬你能不能唱？敬也行，敬你吧。这个环节怎么会是我在唱歌啊？不是应该大家给我表演节目歌舞，我就像纣王似的。那应该行。为我而唱，完了还有人给我喂葡萄啥的。为你而唱，我唱我唱。这也就是你过生日。好啦，来吧。哎呀，唱过 live 吗？这个没有，仗着你过生日。差不多同一个年纪离开家。唱这么好，拼了。离开家几里。就可以叫天涯，学别人巧舌如簧，再带点表演在书里找各种榜样，随时准备着各式各样的悲壮。悲凉，好。差不多同一个年纪遇见他，愤怒。遇见他几天就以为要出家。这歌还挺感人呢，其实。看不懂人走茶凉，在歌里找各种药方，深夜回忆着五颜六色的旧账。我见你满身伤痕，还如此认真。这不就是我吗？山路迢迢，还奋不顾身。我见你泪流成河，还如此诚恳。生死茫茫，还心怀分寸。我见你人去楼空，还有道有断。落叶纷纷，还独自上阵。哦，谢谢。你就说这歌献给我，这歌献给我，献给这首歌献给我的朋友毛老师。哎呀，献给我的朋友毛毛，敬你，这杯敬你。哎，这歌词写真挺好。雪琴是第一次唱是吧？啊，第一次唱现场。对啊，来我们听一下回放。哎，别了别了，快结束，快结束它。那个毛毛了，唱一个啥呢？想要问问你敢不敢？不行，雇佣者吧。爱你不会的模样，啊，我这老长时间没唱了，那唱啥呢？得好几页了，八页了，没有碰着可心的。周深，嗯，太形象。萱草花，高高的刀郎，女儿情。那我刚才略过一个女人花，我其实更喜欢女人花。女人花，那就女人花。那不行，太像平时唱 KTV。 我 KTV 有一首。你就唱平时唱 KTV 的吧。你唱那个你那个谁那个歌曲呢，那经典的，
走天涯吗？啊，走天涯吗？那走天涯吧。来了，反正挺壮，没到呢。啊，没到呢。这歌我熟。会唱的朋友可以跟我加入我的合唱。啊啊、听过吗？没有。月亮依旧停在旷野上，哎呀，你的身影被越拉越长，都不看歌词，都不看歌词，直到远去的马蹄声响，哎呦，呼唤你的歌声传四方，哇哦，举头望天之间眼两行，哎呀，低头泪水为我写了个妆，那相思吐满腔，彻夜无眠，爱的路太长，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如果今生不能与你结呀结成双，乱世化蝶依偎你身旁，握手，再跟台下观众这有点虎，我唱一个那个吧。来来，你随意。这个毕竟时间太长了。嗯，你随意。我唱那个火红的三十郎的，火火的姑娘我也会唱，那歌也好听。都行，你看你来哪个？火红的三十郎。草原最美的花。但听他这个没有那个，他这个不行，他这个不奔放。啊、他拘谨。乌兰托雅吧。乌兰托雅，这歌真正经，给我听挺感动。嗯。朋友圈发过好多次。会吧会吧会会、哦、来天下、哦、有多大随他去观光，大路有多远，幸福有多长，尽管了牧马人悠扬的琴声，爱上这水苍风美的牧牛场，花开一抹红，尽情的怒放，河流有多远，幸福有多长，习惯了游牧人自由的生活，爱人在身边随处是天堂，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赛日郎，我一样热烈，我一样奔放，痴情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有种幸福梦想的滋味。我都忘了这茬了。所有孙子好朋友们，一起来！草原最美的花，火红了萨日朗，一碰到天涯遍地是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啊，天最美的花，我红了萨日朗，一碰到天涯遍地是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啊，谢谢。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一样热烈，火一样奔放。痴情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有种幸福叫地久天长，有种幸福叫地久天长。哇！谢谢。Uncle， 啊，那这歌我真挺感动的。是啊，那词儿是吗？啊，心上的人儿啊，就是千里万里也会回头啊！哎呦我天哪，你看这真是。毛毛，我们还是得聊一下五周年的那个。你在五周年上说，希望自己不要变老。你这几年老的有点。也不叫老了吧，就是你不会以前不会想这件事儿，心老还是指都有，
但我倒觉得你其实这五年过来之后，你比以前年轻了，就是心态上你开朗了，你起码跟别人再去聊天的时候，你不会那么社恐，然后你也愿意去输出一些自己愿意说的话。你不觉得这个是一种变油了的？它不是一个技巧，它不是一个技巧，它是你能把自己打开这件事儿，其实挺重要的、啊。这个是有点对。我觉得我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就更多的让大家看到我原本是这样。对，我觉得就是人有了打开自己的勇气是一种很大的成长。我希望自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之前花太多时间在没有做自己上了、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你的姿态的变形或者是什么的，你那个其实不是你啊，但其实你这个生命其实非常的有限，青春更加有限，你却花很多时间在没有做自己上边，你能做自己的时间其实应该，我现在就是让自己尽量多的时间都能够做我自己，又能怎么样呢？就是他不喜欢你或者是其实就是被喜欢需要勇气，不被喜欢其实一样也需要勇气。对，一样的事情。所以你并不担心并不害怕别人会因为你做自己不喜欢你？会。对，还是会介意的是吧？而且已经有了。但我觉得那没办法呀，那就是我就是这样的，我不可能说永远在那个就装一个，也不是装一个，就是你只打开一部分或者什么。这个虽然是我们的工作嘛，我们会面对很多东西，但是它同时也是我只有一次的人生嘛。哦，是，就是总会有人因为做自己而接受我做自己。我可能是太做自己了。你现在也会了？我不是现在开始，是没辙。这故事播不了。也能播。别播，我疯了我。这个和那个你选一个播吧。那个。真的假的？看着没有用。王老师你现在行啊。开始套路我了。王王王了呀。今天有一个视频。我们有找到了一些不认识你的人。不认识我的人，就他没有说你的名字，我们说王毛毛。然后这是一个摆在那儿的，在路边。哦，这个好有意义啊。王毛毛，祝你永远不秃头，永远不长小兔兔，生日快乐！毛毛哥哥生日快乐！这个本子现在就在你。哎呀，在这儿哈、是不是？这很感人。我刚看了一下。真的吗？因为他们不认识你，他们不知道你是毛笔。知道不知道，大家会祝福，都很。对，其实很感动。感谢大家。真好，这个。这确实好，有一个女孩写的，我印象贼深刻。写的啥呀？反正特别长，有一个女孩写的。这个吗？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上，我们能够短暂的交集，真是奇妙的缘分。
或许你正烦恼工作，或许你在担心失去领导的表扬，或许你还会感叹人生的无趣，但是你要相信，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你都是独一无二的王毛毛，你是最珍贵的你自己，生日快乐。嗯，是不是把我感动坏了？我也很感动，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真的真的节目组也挺用心的，我发现确实是。对，我第一次在节目里过生日。是吗？啊、嗯、第一次啊。对，但是很唐突，也没有太精心让你快乐。哎呀，非常快乐，因为就这种才快乐。你太装作开心就是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我觉得生日它是一种，就是一个可以，这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节日。对，然后这个节日你可以请你真正想见的人，然后我们说一些想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我过生日这件事儿发明的人还是挺厉害的。干一杯吧，结束今天、啊、祝马老师生日快 乐。谢谢大家。我今天完全心碎，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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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